小朋友们好，今天老师教你们一个字，这个是牛字，牛。小朋友知道吗？牛是什么动物？牛那个啥哎？等等，牛是什么？啥？啥狗？打。牛，跟老师读牛。那牛字呢？怎么写呢？我们先写撇，横，横。树，牛，牛。好了，小朋友跟老师读牛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我们再读。牛。牛。小朋友，来跟老师写笔画好不好？的，老师读给你们听。这个是什么笔画呢？这个是横，横。好了，再看，哦，是什么笔画呢？竖，竖。再看，撇，撇。再看哦，哦，什么笔画呢？手知道没？捏，捏。好了，再看，哦，提，提。还有，哦，这个是什么笔画呢？这么短短呢？这个叫点，点。再看哦。竖钩，竖钩。再看，横钩，横钩。还有，哦，最后的笔画是什么笔画呢？竖提，竖提。再读多一次哦，竖提，竖提。好了，小朋友，今天老师读到这里好不好？等下次老师再叫小朋友好吗？好了，现在作业簿出来，这个是笔画名称，我们写笔画。今天我们写到什么笔画呢？知道吗？竖提。好了，竖提怎么写？竖，直直下来，好了，提，在中间写竖，提，竖，提，竖，提，竖，写竖的时候要直直，写竖应该写strong呢，写strong落塞到下面的线，好了，提，在中间写竖，提。竖，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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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竖，提。记住哦，写竖的时候不要到上面的线，要在这边。竖，提，竖，提。竖，
题数题数题，你们看老师的笔画写得很直直很漂亮，那小朋友们在家要写得漂亮像老师好吗？好，今天我们写到数题，老师希望小朋友在家写得很漂亮，谢谢，拜拜。